刚刚弯过来，然后因为他那个板子在外面，因为他在一条，你不要看那个板子，他是一条线跟着那个板子，他一条子比较外面，所以我拉进来的时候压到他的板子，然后我就停在那边，然后就过来敲我的车窗，然后我听到车响，可是因为那个比较低，看不到是什么，就我听到声响，我就先停在旁边，他过来说，大哥，他说你压到我的东西，你知道吗？我说那大哥，我说不好意思，那我这边跟你道歉好了。 我跟你道歉，然后我想说，你要什么名字？你道歉就可以了嘛。他说你开宾士了不起啊？对啊，证件先给我吧。可以的。你要怎么样？你要那？我怎么说？那你报律师啊那个？那你讲话不讲道理的。我跟你不一样，我证件先给我。但是我讲的话，我讲的话，什么名字吗？我们的证件啊，什么啊？他证件都要那个。 把车抄起来，再来是吧？我知道啊。啊，你要怎么处理啊？赶快走，赶快走。你要怎么处理？好，没事，没事。他叫你走，那你就走了，走，离开，离开。讲没事，走了，走了。走了，走了。看到队友在干到我了。 口罩不戴好，你如果敢偷我们试看，你在恐吓我们同事吗？你在恐吓我们同事吗？啊，大声就不能戴啊！口罩戴好啊，你口罩戴好啊。开十张还是开十张啊？哦，你叫我写就写啊。开十张。哦，不会不会不会，因为我们不是你的。来了，我也不是你啊。 讲过了，现在老还有其他的，然后转移一下。我们摔跤啊，不能讲到啊。你讲讲讲，你讲讲，你讲讲讲。来，来了，张飞的杨伟强。来，住房子，我的住房子。你讲讲到，你讲讲讲。讲到。上告。你讲讲到。 上靠，上靠，上去，上去，这边，好，安全守住。 上去，上去，这边，啊，安全锁在哪里？口罩戴好啊！阿娇，真的假的？你管事啊？啊，你拍了就不会痛啊！哦，上厕所啦！好了，等下去医院给你上啊！救命啊！ 口罩戴好啊！口罩哎、欸。
啊，就要送你去医院呢。给管束啊，手过来啊！啊，你拍了我就不会痛啊。那，啊，不要再踢了哦，你冷静一下，不要再踢了哦。越踢会越痛。救命！我上厕所啦。好啦，等下去医院给你上了。救命啊！男子进入派出所，称心悸、身体不舒服。值班员警听闻后，立即联系119。那消防队同仁到场后，该男子竟自行跳上救护车，且脱下口罩，有干呕、咳嗽的情形。经救护人员与员警共同制止后，该男子情绪突然激动，并往赤坎东方向为步行离去。那警交同仁于后尾随安抚，并劝诫该男子将口罩戴上。未料该男子持续不配合，甚至有闯入路旁民宅的行为。那我们见状，立即压制。当然上担架送医治疗，研判该男子疑似精神状况不稳，后续交由医院持续进行治疗，然后免对该男子未戴口罩的情形予以自担举发。你就会绑了，你把代志出来给他嘛，你会绑啊，你把代志